老公，潘向总昨天晚上有点咳嗽，我们买点梨回去吧。他没有咳嗽啊。我们回去熬点秋梨膏吧。叔，这些我们都要了，你早点回家吧，天冷。好，一起吧。先把梨削皮擦丝，用砂锅熬制，也可以加点川贝、罗汉果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想让梨膏纯一点，就得多过滤几遍。虽然制作过程比较繁琐，但是老婆跟孩子都爱喝，花点时间也值了。好了，趁热倒出来，装瓶。来，潘教主，可以喝了。